三十而立，男性医学史。今天我们来到了美食制药。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跟我们的辜总，好 ，Stanley， 辜总好，辜总你好，你好，魏总。这次三十而立男性医学史哦，特别请我们的美食哦来讲一下，当时美食把这一支产品叫西力士的这支当年最夯的两支那个男性的这个叫做布局的产品啊、哦、引进来。那美食既然拿到这支产品，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美食是什么样的机缘，在这个领域上面来做拓展？跟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好，谢谢魏董哦。那也非常恭喜那个男性医学会哦，已经历经过了30年哦。是。那对男性的医学或者是男性的健康照顾有卓越的贡献。是。那刚魏董有特别谈到，就是我们跟这个西力士的渊源、哦。是。那我们公司大概在我们是一家老公司了哦，1966年就成立了，所以已经大概一甲子了，大概一甲子。那在2014年的时候。机缘巧合，艾薇群入主了美食哦，这个新闻很大，真的吗？对对，新闻大。入主了美食之后，有一连串新的规划跟布局啦。那大家都知道换人当家以后就有不同的想法嘛。是。那在艾薇群入主了美食之后，我们公司就变得非常积极，在寻找原研药品的一些并购机会。是。那当然是因为原药品在它过了生命最重要的那些快速发展期之后，它慢慢的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力了。对。那这时候原药厂他们也会在思考说，这是不是他们主力要发展的领域。对。那如果慢慢不是了，它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低它的投资力度，甚至想要把它贩售出去。对。那也因为我们一直积极在寻找这样的机会，那刚好因缘巧合地来对这个产品是有意慢慢淡出市场。那我们因为有一些泌尿科的产品，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产品线变得茁壮一点。是。越多的产品组合，你在这个领域治疗领域就能够越茁壮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在泌尿科，在射护腺这个治疗领域茁壮。那我们本身就有射护腺癌的产品，是，所以我们就很积极去参与这个并购的过程，希望能够把西力士并购过来。那也很幸运的，我们就把它并购下来了。那并购之后，当然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场上非常热门的产品啦，那也跟学会有很多的合作，跟患者也很多的互动。那我们并购下来以后，当然有一阵子的复杂的情况在做处置。那其实我们也算蛮有经验，就是很快的把这些头绪理清楚，那跟学会建立良好的那个伙伴关系，然后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活动薪资的更新，然后一些数据的更新，资料的配合，那慢慢再把市场的支持度慢慢把专业人员，对，跟专业人员的互动，然后跟病患的一些卫教，慢慢再把它建立起来。是啊，希望它会成为市场上的第一品牌，然后对我们整个泌尿科跟射护腺的产品领域跟产品群组，还有这个治疗的专业领域能够茁壮。是，我们都知道哈、哦，这个当年的西力士跟威尔刚这两支产品啊、哦。还有另外一支乐维转型退出市场，这三支产品在当年的这个市场里面是三家在起三足鼎立在做。对，美食是一家非常老的公司。是。那这家公司在历经的转型到变得美商了以后，在西力士这支产品即将要取得药证之时，有没有什么新的策略要跟我们所有的会员来分享？说，西力士接下来由美食来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突破，跟以前以往李来有所不同的地方？因为您都知道嘛，我们李来在做的时候，我们公关公司也在做李来的，他非常的 focus 在学术这一块领域，那也比较少在做其他的 promo。 那美食由您带队这个经营这块领域的时候，你会想怎么做？其实是这样哦，一般外商的原因药厂哦，都很专注在知识的更新跟治疗领域的卫教的推广、就是说他给专业人员足够的知识跟治疗的指引。那这一块其实是药本身的需求，是，就是说
必须要提供的。那在我们接手西力斯之后呢，这个领域也不能掉，就是说他在药本身知识上的更新跟知识上的传播，这是不能够打折扣的，是因为你只要一打折扣，它在使用上就容易发生问题。没错，那我们常讲药就是毒嘛，其实这是标准概念。我们说实话，这是标准概念，因为它就是一个平衡嘛，你吃多了就是不好，不管什么东西吃多了就不好，是，所以它是一个平衡的概念。那这个的知识，标准知识我们还是要建立的，是，但是我们会再加强的是在民众的认知上面，因为这一块是一般原研药厂它或者是原厂它比较难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限制，就是说避免去碰触到太多民众问，因为毕竟是处方药嘛，对，民众可能问的问题他可能会碰触到一些医疗的问题，一些法规上的问题。可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这是相对重要的，它跟专业人员有的专业知识去处方这个药品，跟民众有基本的卫教概念或者是更好的卫教概念去服用这个药品，然后产生的那些任何的问题他都有相关的知识，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会去再寻求医师的咨询，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方面多做努力，就是说怎么样让民众对这一类的疾病跟这一类的药品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认识。那另外就是我们跟学会，因为其实卫教这件事比较难由药厂本身来执行，因为它牵涉到的那些知识领域法规都很复杂。那这个最好的是由学会来执行，因为学会才有足够的知识还有足够的通路条件，可以跟民众最合适然后最适当的分享。是，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跟学会的整体合作，那变成比如说像南新医学会、新医学会这样变成一个最紧密的合作伙伴，提供我们的资源，我们所有药品的最新更新的知识，不管是在他们的年会上我们提供 symposium 让他们可以 update， 那提供国外的 guideline 让他们做一些参考，然后让他们的知识可以一直不断的累积跟 update。 那他们透过这些基本的知识的基础，然后可以形成一个对病人卫教或对病人这些疾病认知的一种整体概念。那我们可以跟学会再做合作，怎么把这些东西再转化成病患能够理解，那病患能够很快吸收，变成他们可以认知的东西。是，没错，这就是我一直想做，就是说透过学会跟民众做到很好的一个黄金三角的一个平台，对，一个平台，那大家都可以同步知道这个疾病整个流程概况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你需要积极的赶快去治疗，寻找医生咨询，在什么时候你在服药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可以知道要怎么解决。那甚至有发生意外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应变，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疾病治疗它不是百分之百是就会好，不管什么疾病都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是，包括服药也是，所以才会有药害救济。对，药害救济就是吃药，就是它就是有潜在的危险，它会治病，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它背后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对这些风险的管理要很在意。是，那这些就是我们药厂跟学会它能够贡献很多的地方。那我们必须把这些整理得很清楚。是，那透过学会，因为学会它有公信力嘛，它是第三方的单位，它不只是医疗人员，它还包含了知识的储存，是，然后传播，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中立的单位，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没错，那我们希望透过它把一些很正确很好的观念也传递给民众。是，这样就是我们对未来西力斯最大的的想要做的事情。其实现在这几年因为我们都知道西力斯已经在市场上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动了，那所以这几届的理事长通常在谈到这个属于男性的这种布局啊等等这个因素，都谈到就是像威尔刚这些产品。
是也是因为有这支产品，所以谈到了 EDEX， 就是他们所谓卫教的平台。对，那即将美食要取得这个药证以后，接下来可能也会面临到说，那长期以来你的竞争的伙伴们都已经在做这一块，是你有没有什么策略想要去在这个竞争的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朝向不同的方向来走？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平台你要怎么建立？因为同样的，威尔刚已经建立了这么大的平台 ，EDEX 平台已经建立这么多届了。那理事长也希望三十年到了，三十一年未来，其实是在重返市场的时候能够有不同的创举。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大家最纠结的是说，大家都知道，这药一旦过了专利期，对，现在压力就很大，大家现在都怕这个。对对，威尔刚其实也遇到这样问题，是学名药到期，对对，就是专利药它的专利到期之后，那学名药就会进入，那这件事是避免不了。是，那对整体社会来说，它也不是一件坏事。嗯，但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其实对一个应该讲一个市场的销售角度来说，我们是所谓的 brand， 就是我们是品牌药嘛，那品牌的专利药，其实我们不用这么在意你的学名药的冲击。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还是持续的要让民众知道，吃这个药它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这个药对你的帮助是什么，那持续的让民众知道，这就是刚刚魏董你有说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建立这样的平台了，但是我们是这平台跑最快的。可能魏董你可能还没有很涉猎，不是还没有意识到西力士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已经超过威尔刚。但是它的原因是因为威尔刚的学名药真太多了，真太多了。那西力士学名药也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很努力让民众知道西力士还是你最好的伙伴跟选择。是，好，那你用西力士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得到的资讯是最完整的。我们会提供最完整的资讯，那在各个平台我们都会想办法让你很容易可以拿到这个资讯。所以刚魏董你说这个平台原始的建立，我们都不会减少投入，是所有应该有的原来的建制我们都会有，但是我们会加上更多不同角度的 approach， 不同角度的接触，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即使你已经吃学名药也没关系，我还是要让你知道，因为学名药也会有这些问题。是，对，那吃西力士它的好处就在于你取得这些资讯是更加容易，而且更贴合，因为它就是这个药。是，对，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跟学会还有我们自己也会多努力多琢磨。哇，对，那我们的投入不会减少，因为简单说我们是台湾利基根本的公司嘛，是，所以台湾的招募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会减少对这个药的投资，或者我们上市任何一个药的投资，只要我们在台湾上市，我们就希望它能在台湾发光发热。那魏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外销，是，那我们就想要立足台湾，放眼世界。所以好像现在我要美现在是第一大药厂了，台湾的就是对对，综合营收的综合，难怪股票一直往上跑。没有没有，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哦，就是其实药厂是这样，药厂外销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它比较像是特许行业的执行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蛮多的限制，那你要符合各个不同的限制，其实蛮难的。是，那我们那个药厂，其实我们药厂小虽小，但是其实不简单，我们符合三规的日规，我们也符合，EMA 的欧规我们也符合，美国 FDA 我们也符合，是，所以我们的药厂是几乎可以输出到全世界，但是因为每个国家的那个进出口药品进出口都相形复杂，是，所以我们的组织团队会长得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要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才去符合各个法规，符合各个地区的行销的规范，是，然后行销的模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比如说日本人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买药的习惯啊，用药的习惯啊，那大陆可能也跟我们不一样，那可能泰国也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些其实这些优势啦，自从二零
2014年艾薇群进入以后，对，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个国际观，就是国际视野，那带入很多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的人才也变得多了，然后他整个膨胀得很厉害，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外销开始慢慢通了。我们慢慢开始通。我们在美国，其实我们最大最近这两三年最大的进项就是美国的出口。哦，对，我们美国两个市场嘛，亚洲市场跟美国市场。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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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最大的亚洲市场，美国市场。那美国市场，我们那些学名肿瘤药其实卖得很好。对，因为我们有团队在美国，我们有那个姐妹公司，兄弟家，大家喜欢说姐妹公司，不要说兄弟公司。但是我们男性医学会要说兄弟公司，我们有兄弟公司在美国，所以我们整体那些癌症的口服药，其实在美国是卖得很好。那我们亚洲在，我们不止台湾，台湾是我们 headquarter 嘛，是我们的核心嘛。那我们不止在台湾，我们在韩国、在泰国、在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然后都成立了我们分公司，我们就是想要在亚洲把它建立开来，整个网络把它铺开来，将让美食的外销能够做得更好。是，对，但是这个回到这个西力士这个原研药了哈，这原研药的我们买的市场当然就只有在台湾，所以我们必要就是把台湾巩固好做好，所以我说我们在西力士在台湾的投资都不会少。我们跟学会的合作不会少，是，对，我们对更多元的拓展，对，我们更多不同的通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去让大家更清楚说这个药应该要怎么使用，在什么情况下，那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是，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我想问一下，当年2014年为什么艾薇群这家国际公司会看上美食啊？当时台湾其实也很多家这个很有竞争力的国产的制药厂，您知道这个事情吗？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深究老板的内心，我没有深究老板的内心啊，但是我们虽然美食是小公司，但是其实艾薇群看上的是美食的规格，它那个厂的规格，因为它符合我刚刚说的，它符合欧规、美规。那也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通过日规，可能还没有，但是有欧规跟美规。第二是它的产品，它的 R&D， 它的研发的那些产品，其实是艾薇群很想要的。对，它有一些肿瘤口服的肿瘤的市场了。对，这个市场其实是大家很想要的，大家比较积极想要争取的市场。那这方面的研发美食是好的。所以我个人猜想啦，就是这几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艾薇群想要进入到美食，想要把美食扩大的原因。对对，就是他想说，你既然有这些研发这些好的产品嘛，那只卖给台湾也是可惜了，对不对？那台湾又很不好卖，是，对。那如果能够到欧洲，能够到美国去，那市场日本去，那市场就很大了。没错，对，所以他们第一步就是，看这些产品是很符合他的期待，那厂的规格也是没问题的，至少你的药输出到欧洲跟美国规格都是吻合的。对，那接下来就是细部调校的问题嘛，怎么才能够符合真正符合这两个地区的操作，这样没错。那接下来男性医学已经进入到今年第30年，迈入第31年。美食接下来除了这一支产品的药证取得，还有什么策略，还有什么新的产品想要跟我们所有会员来分享的？我们除了西力士在去年取得之外，我们去年年底又取得了李来的阿林塔，一个肺癌的产品。对，也是原研的产品。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再继续去寻找跟泌尿有相关的，或者是跟射线性照护有相关的产品，不管是原研的或者是好的新的产品，就是不管过专利未过专利的，那台湾市场有需要，或者是在男性射护线泌尿道照护有需要的产品，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寻找，来给我们会员。对对对，甚至我们自己研发也是会的。是的，我觉得您取得美食取得李来这个产品啊，有一个很大优势，就是除了因为即将学名要到以后，它有另外就是美食有强大的 R&D， 对，它可以再把这支产品做附属的应用。是，譬如说原本这支学名药它到期，其实它在品牌上面有了美食的保护之外，还有另外就是美食有强大的 R&D， 可以再
产品延伸性上可以给更多的会员医师有不同的应用。我想应该是美食想要把这个品牌学名药拿进来的另外一个策略嘛，对不对？对对 对, 对。今天非常感谢啊，您在这次跟我们分享，美食的历史，还有美食跟南星医学会的产品的连结。最后，我想，请您来跟我们所有的泌尿科的，还有我们南星医学会的会员医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美食即将除了刚刚您讲的这些之外，您自己未来希望在南星学会上还有哪些事情想跟我们会员说的？除了卫教平台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会员讲 ？OK， 其实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跟南星学会的会员，或者是南星学会的本身形成最好的伙伴关系。所以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南星学会，然后还有他的会员，去取得他们需要的任何帮助，只要我们做得到，不管是产品知识，不管是治疗领域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一些卫教的需求，或者是在传播这些知识上的平台需求，任何的需求我们都很愿意提供协助。对，只要我们力有所及，我们都会尽量的提供给会员方便跟协助。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那个美食的顾总 Stanley， 今天再次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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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